先盖起来。啊，洗吧，没有了。我是说洗板。好啦，看这个啦。哦，不是，好像我也觉得是上面有村民，他才会上去啊。还是他想见证小村民生小孩的一刻？不是，铁巨人会送小村民的那个吗？花。被看被你发现啦！我想想，那这边要。想法是，是这样。这边打开，这边，然后这边打开，这样。然后等这边长好之后啊，其实下面可以先放灵魂沙啊，算了，它不太长了。哦，好丑，早知道用石砖了。这样，如果下面放灵魂沙，僵尸就往上游，安妮。好，我们去确认一下空虚实验室。好吧，那就让你来测试看看。
三个村民，然后看一下麦库纳啦，然后给你们吃的。是面包不够多吗？我刚扔了几组啊，有30多个吧。哦，其实啊，对哈。哦，那就等他们长大吧。嗯，这样子。打开这个。是有白天给我生，到底生的条件是什么啊？不懂。不然我就在银子丢上去，可是好累哦，我要生啊。不够吗？来什么恐怖画面？这什么？啊？来啊，要玩是不是？哦，他们还在睡。哦。哎，生了哎！所以是我面包不够多吗？啊，面包是要多少个啊？这边实验，对啊，这边是我的，刚盖的就是类似这一种，刚盖的建筑是类似这一种。哇，我没有测试几个，等一下，那个不好意思。感谢你的，看一下哦，想拍一下多少？哦，生气了，哦，涨2块钱，那再拍啊个！你想推我下去是不是？这样又涨了吗？哎，会越涨越高哦！啊！你的爸爸妈妈都死了。好，再来。我记得以前是12个啊，我刚也没有喂这么多啊。那你这个好，哎，可以啊。还是刚空间不够啊？哎。空间不够大吗？这也是有可能呢。
欸，他不能这样啊！我的面包都被你们拿走了、欸。这是最后十一个面包喽。欸，这个不能打，要打这个。看我干嘛？生小孩啦！看我。哎呦，他们在互丢面包了，表示是可以啊。他怎么还不生？干，怎么吸到我身上来啦？我想说，你看，表示说一个村民是满的啊。啊，到底为什么？走，再去实验室看一下。单人游戏，对吧？看看如果位置太少，会不会升？这给谁吃？好，你吃到了。啊、到底是谁一次拿那么多个面包啦？好，现在不会冒爱心，所以。加宽一点，2、3，哎、欸，刚刚这张是冒了、欸，不要骗我，是要这么多量吗？就太夸张了哦。不要看我，做你们该做的事情。睡醒，起来，没有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那所以，重刺，重来。刚刚这样子，然后一个这个，然后一个这个，好。然后你们去睡觉，起来。嘿，丢出来，有啊，所以是要睡觉是不是？所以你们刚没有睡觉吗？嗯，最好是吧。面包给我吞下去哦！反正不管怎样，这些面包是你们的。好，不管了，我要走了。反正给我生就对了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要继续钓鱼。我们现在缺命名牌，嗯，我
么杂、啊，天啊！这个是红石，红石。还有什么？方块、打火机、苹果，这个。我们去看他就寝了没？所以不是空间不够啊。好，谈好了哈。我不要，只要跟他们一起睡。奇怪，到底为什么？我打开那个，今天下午好像成功过了。抓四窗。猫咪，哦，你很想吃鱼对不对？过来，不然就变成线哦。有这么难吗？啊，我刚刚村庄那一开始那只黑猫怎么那么好抓啊？是我太久不会抓猫吗？还是猫真的是这么难抓？我记得猫是很难抓，可是也不会这么难抓吧？哼，算了。臭傲娇。哦，他抓到了。嗯，我看一下哦，乐右键连点。好了，我现在可以切画面了。你看哦，我现在可以切画面打字哦。好了，好了。我现在不是用手机哦，我现在是用那个钓鱼。这样子我就可以把自己埋起来，然后周围围着铁巨人啊！我上面铁巨人还没有盖好，我想一下哦，玻璃。等下这个钓完，我们暂停一下。
好 ，F 4暂停。有没有那么厉害？我玩国之战就没有，见面就没有这么会掉。你好，好便宜哦！你一个绿宝石八个杀哎，跟你买，跟你买，跟你买。我想到了，我要用我的木船战术，我要在这附近把那些猫都抓起来。最常出现猫嘛，就在这边嘛，这里，这里。这里，我们白天再来捕获猫吧。事情有没有这么简单呢？请让我们期待下一个天亮，因为每次都是天亮的时候才生猫，这样捕鼠器，我的天啊！老师，有人在虐猫。烤鲑鱼，一二三四，我打不是，我就是不想打死他们啊！我要把他们囚禁起来。不是一个村庄刚危机说的吗？十只猫就不会有了，我就故意不打死他们啊！他们还在扔。我的天哪！好，我去盖一个一模一样的，我气死了。我看一下哦，所以要这样子盖。好，不要冒爱心，不要闪，不要闪，不要闪，下去。哦，很厉害哦。然后半砖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。去，哎，面包啊！所以这样不行，是因为半砖吗？不吃就不吃啊，不屑吃就不屑吃啊。为什么啊？我刚怎么盖的啊？我刚自己怎么盖我都忘记了，你看哦。去睡觉啦。哎，坏了啦。我刚怎么盖的啊？
哇、要这样才行吗？所以不能放半砖哦，单人。啊，全砖很麻烦呢，插火把的哎。啊，没有。到底是为什么？不要耍我，这样盖都一模一样了哦。哎，对，还有这个。拿沙子。哎、欸，雅思，好，Hello，Hello。沙子。三四五，上叠哦，等下眼睛好痒，再揉一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哎，我在干什么？
哦不，我又在干什么？这要拆掉，草，然后一、二、三，不对，三用玻璃，然后拆掉。我要挖一堆沙子了，困啊，睡觉哦。有效床上方要有两格。高的空气方块，哦，这样合理多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这样子有这样合理多了，来，那这样子我们有效方块，我看要一二。就这样子了，然后小村民这样也出不来了，吧？下搬砖的话，看一下哦，这没有。